2015年8月8日，苏迪罗台风登陆福建，受到台风影响，许多地方泥土崩塌，车辆被埋，甚至摩托车竟然飞到天空。同样的，一辆公交车由于台风袭来不受控制撞入民房，一个车辆收费亭被台风连根拔起。这次台风袭来，路上一片狼藉，很多作为本地人都依然恐惧着台风来袭的威力。苏迪罗来势凶猛，市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，防御台风。像我那样，我靠！我看。我们会不会起飞？我也觉得我很恐怖哎。哎，又在滑了。